今天我们学习被动句中的一个句式，主语加被加宾语加动词加其他成分，和我一起看看视频吧。李可，你怎么了？你看着很不开心呀。哎，别说了，我今天特别倒霉。中午我去书店买喜欢的书，刚好最后一本被别人买走了。啊？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去食堂吃饭了，刚要排队，我就被别人撞了一下。那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儿，但是撞我的人手里拿着一碗汤，我被淋了一身，所以我也没吃饭，只能先回宿舍换衣服了。啊，那你回去了以后吃饭了吗？没有，我回去点了外卖，没想到外卖一个小时才能被送来，我看了看时间，只能先来教室了。我这儿有点饼干，你先吃点吧。在被动句，主语加被加宾语加动词加其他成分中，被用于引进动作的施动者，前面的主语是动作的受动者，动词后面多搭配表示完成或结果的词语，比如中午我去书店买喜欢的书，刚好最后一本被别人买走了，刚要排队，我就被别人撞了一下。但是撞我的人手里拿着一碗汤，我被淋了一身。你学会了吗？请跟我读。最后一本被别人买走了，我就被别人撞了一下，我被汤淋了一身。阳光，你的饼干都被我吃完了，我再给你买一盒吧。不用了，我的饼干可是幸运饼干，希望你以后都没有倒霉的事儿了。再见了。